那我们来谈上背部的按推方法。上背部之前一般以站姿的话比较难做，也就是你一定要有弓箭步，那这一脚要蹲，那这一手扶着，然后这个身体就靠过来，一般大部分都做不出来，一般大部分都会站成这样这样或是这样，就是斜斜的，但很难这样转身然后靠过来，然后身材短的也不容易做出来。所以我们另外一种方式就比较容易做，我们又采用坐姿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坐上去。好，那坐上去原则上就是尽量靠近他的肩膀，然后贴到背部，然后这一手一样扶着，然后我们的工具一样用手肘往上，然后第一点按，所以等于右手按他的同侧左侧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这样一般身材短的人也很容易做出来，而且不费力。那如果要移到患者的右侧的时候，我们一样走过去，一样采用坐姿，然后尽量靠近肩膀跟背。好，那工具一样，以我们的左手用手肘的工具一样在同侧第一点按住，然后身体最好往前往身体中央靠，这样肘才比较容易对到胸。好，这样力量就比较容易出来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第三点，好。那至于肩胛骨内侧缘揉法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把它先找出来。好，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的。好，那就放下来。揉法一样，也是用坐姿的，这样就比较快。好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甚至就这样直接就揉下来了，这样按推者会很轻松。那如果要揉对侧的肩胛骨内侧缘，我一样走过去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找出来。好，这个位置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放下来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坐上去，工具拿出来。好，就沿着肩胛骨内侧缘一路揉下来。好，它越往下身体就越回来。好，啊，越往前身体就要往前靠。好，所以这样再重复一次。好，我们上背部再重复一次。上背部第一点在这里，我们的工具拿出来，原则上以右手揉患者的左侧同侧。好，那直接放上去，身体一定要往前，然后往外稍微这样靠，这样力量就可以揉到比较深层，那不用出很大力，只要姿势做对了，那你的动作来回就可以。好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以上是上背部肩胛骨内侧缘最新版的按推
改良方法。